去年年底举办 MBC 歌谣大祭典 ，E Together 为主题进行担任 MC 的少女时代润儿和 2PM 俊浩，在典礼一开场就带来火辣演出。润儿身穿红衣，还搭配着短裙长靴，性感扭腰画面超吸睛。俊浩则穿着黑白交错的西装，十分帅气，与润儿超近距离，让人脸红心跳。近日润儿在自己的个人 YouTube 频道公开练习室版本，超宠粉的润儿与俊浩在休息时间互相学习 2PM 的舞蹈和少女时代的舞蹈，俊浩认真教润儿跳 2PM My House， 没想到一次就挑战成功。润儿还问了 dancer 姐姐少女时代的舞蹈有没有可以教，最后决定挑战 Lion Heart， 没想到俊浩很快就学会，两人在影片中互相交换舞台，就是为了给粉丝满满的惊喜。